换斗疑心转命盘，阴阳凝魂乱坤乾，上古遗下通幽术，五行巨煞逆地天。这个世界存在着多个维度，就像对照的镜子一样，生灵与魂灵存在于不同维度中。嘿嘿，香龙，这是我李二哥今儿补的河豚，我刚尝了一口，那味道真是鲜的。再等一下就可以起锅了。魂师知晓一些浅显的上古秘传，得以有限地沟通亡魂凝聚的阴阳之力，而关于他们的更多神秘来历，已在中原大地上销声匿迹许久了。据《隐元会》记载，在苗疆鬼师、云贵香巫教以及东瀛阴阳师之间，还有一些秘史流传。每当尘世动荡，怀有怨念的魂灵过多，逐渐影响阳间时，一些神秘力量的掌控者魂师便会悄然出现。魂师运用阴阳之力净化积怨之地，度化执念魂灵，让世间灵力得以调和。一切都过去了，忘却吧。孤魂等重，九玄七祖，四生六道，轮回生命，出离魂域，永别苦楚，死去生来，无牵无碍。据传，他们曾是中华历史上诸子百家时代的然而如今，隐秘的传承依然在凡间失落。他们为何出现？是救世？是为维持世间平衡？还是为了远古遗留的仇怨而谋划？都是未解之谜。